今天吃个海螺，来个大的。哇，呼呼冒热气儿啊！啊，那籽儿别啊，那黄别辣里头哦。先过啊，把这个苦胆去一下。哇，嗯，这黄好吃。有点烫了，都均等，味道很好，就是很筋道。再来一个，看成不成功。哎，这个成功哈，这是苦胆。这黄最好吃了，上面这一块最筋道了。